生命电视台，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蔬食好主意》。蔬食好主意，美味有创意，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意啊！大家是不是时常都在烦恼，今天要吃什么午餐呢？今天要吃什么晚餐呢？因为想不到啊，变化而每天从便利商店或者是餐厅中购买一些啊现成的餐点啊，生活中有了便利商店，虽然很方便，但也很容易忽略的均匀的营养，现在就开始烹调素食佳肴，让自己和家人都可以享受到美味又丰盛的餐点吧。再下来，请看我们的节目，让我们一起来收看所准备的美食。大家好，今年的夏天啊，我要多介绍几样啊，这个健康的冰品，好，而且对人体又有帮助的哦。好，请看这里，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一道叫做紫苏梅冰沙，好，这个非常棒。好，我们看看这里，非常简单，就是冰块，好，还有这个一点冷开水，然后果糖或是蜂蜜都可以，然后紫苏梅腌过的紫苏梅，这样。就打成冰沙，就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夏日的冰品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这个素食小达人来，陈君来，我们来为大家示范这个。我知道你已经考上执照，这个对你来讲太简单了，好。好，紫苏梅冰沙。紫苏梅冰沙，好，你把那个果汁机，一定要果汁机，然后冰块啊，你都是冰块的话，怕尾灯嘛，打不转，就要放一点冰开水。好，我来打个紫苏梅冰沙。好，来，不要太多冰水哈，因为太融化太那个。好 ，OK， 这样就好了哈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拿着冰沙。好，来。冰块，冰块要几块你知道吗？要12块。你看我记得很清楚吧，这个评审不是随便哈，12块对不对？是，我记得应该是12块没有错。冰沙哈，大小不一的话，你就大概啊，大概太少也打不出冰沙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再来把紫苏梅拿过来，紫苏梅颗粒先不要放下去。紫苏梅浆，紫苏梅浆。哎呀，放多少呢？你可以要浓要淡，随便你说，我们就直接放就好了，因为我们没有盎司杯啊。其实盎司只是说啊，为了考试啊，我们自己知道要那边喝多少，标准多少，夸张自己了哈。好 ，OK， 可以的，好，然后对，然后糖浆，好，糖不要放太多了，因为哈那里面有糖。好 ，OK， 因为那紫苏里面。本来就是有一点甜的啦哈，好，盖上盖子先打，冰沙，冰沙你不可以打果汁机，不能一直转一直转都没停哦，要瞬间的，因为是冰沙，瞬间，压好哦，小心哦，好，对，对的，就是，好，停止，对的，对，好，下面的，对，差不多，你
按给它久一点的，这样可以按久一点，它会变得冰水。好，冰好像太少了，不会成冰沙，所以大家要知道哈、哦，冰沙就是要吃到冰沙哈、哦，不要再放水了，水不会太多了哈、哦，因为好把那个冰块再捞一下去就好了，那些冰块全部捞下去好了。因为冰沙就是要吃起来有那个哈、哦、冰啊，有颗粒，细的颗粒的感觉才叫做冰沙，不然就现在变成说，哎，紫苏梅冰啊、哦，变成紫苏梅冰水不行。好，没关系哈，冰沙很快就会融掉，所以要快。哎，好，这个就不要了。OK， 虽然没有很像冰沙，有一点像冰沙这样好了，没关系哈、哦。冰沙有这个浓一点，有稀一点，哎，有上面有那个冰沙出来了哈、哦。好，用八叉子还是你用这手吗？你是左撇子吗？不是。哦，我想好顺就好，你自己顺就好。好，通通给它下去没关系。冰沙是打到没有看到冰块，把冰那个冰沙哈捞进来，冰块尽量不要哈。对，里面还有冰沙，尽量弄出来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里面还有冰沙。对对对，好好好好，可以的。啊，这个冰沙，看这个冰沙没关系，可以的。好，还有你的饰品那个杯饰。对，好，这个吃法应该是用一只汤匙，长的汤匙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们因为我们总是不是在考照啊，知道怎么做最重要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，好，没有，还要放两颗，哎，对对，紫苏梅在上面，这重点是在这里呀、啊，好吃哎、欸，对，哦。应该是冰沙可以再多一点，没关系，好 ，OK， 那就好了。这一杯就是紫苏梅冰沙，非常好吃又健康，请大家做做看。紫苏梅冰沙，食材：冰块、冷开水、果糖、蜂蜜。紫苏梅腌过，做法一：将少许冷水和冰块放入果汁机中，再加入紫苏梅浆、果糖。二：用果汁机打冰沙时，以按一下停一下的方式打碎，直到冰块变细即可倒入杯中饮用。接下来要为各位观众示范的另一道菜是奶油蘑菇浓汤。好，我们请看哪些材料就在这里。好，这个最重要是要面粉，面粉要炒面糊哈。然后这个是鲜奶油，啊，这个是黑胡椒粉，洋香菜、猴头菇，啊，这个是这个蘑菇，好，啊，这个杏鲍菇。这切什么菇都可以哈，你自己选择都可以。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。那材料有哪些呢？盐、胡椒、那个香菇粉，啊，这个是植物奶油，全部这些做出来就非常好喝的，那个奶油蘑菇浓汤。请到我们这个同学胡同学好，跟大家问候，他学是高一学生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执照已经有好几种了。谢谢。再加油，好不好？你很快就会非常有成就。来，我们来示范这一道叫做奶油鲜菇浓汤。好，我们来示范。来，我们因为我们要用植物奶油，我们不用哈动物奶油，我们用植物奶油。好，切块，对，切块，
好，先下去哈，融化。好，放下融化的时候，赶快来切，切这些菇，哈，不要，哎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可以，好，先切这些菇哈，把梗切掉哈，然后切薄片，哎，哎，你看看，小小年纪这个动作，看来就很惊人嘞，啊，对对，嗯。OK， 好，我们就要全部放，真的，棒！所以鼓励啊，年轻人，你真的要找到你的理想，就是要迈向前走，哈，一定会达到你要的。你看这么小小年纪，人家他早一点就找到理想，所以比谁都快。希望祝福各位都能够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，向前冲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这个，嗯，对，那两片就好了，嗯，好，哎 ，OK， 两片就好，用不要太多，好，这个一点点就好，这还没切嘛，啊，好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已经很多了，好来，好，看一半就好了，嗯，一半就好了，哎，不要太多，因为我们料太多了，就不像汤了。嗯，差不多了吧？好，好，我切的真的看切的正起劲，他很厉害哦，他用那个刀在削皮，咻咻咻，哇，太赞叹了！好，可以快活了。好，这些都给它下去，对，下去，对，下去炒香啊。哇，用奶油炒的这些哈蘑菇会非常的香哈，对，炒香它，多搭一点没关系，现在人在控制了，我炒香它。好，那有人说啊，面糊哈，你面糊可以用这种植物奶油炒，对不对？炒到金黄色的哈，干掉那个奶油全部被那个面糊吸收掉的时候，你可以冷的时候可以用罐子装起来。你每次要吃浓汤，你就挖一些出来哈，把食用就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家的小朋友喜欢吃西式的浓汤，随时都可以出现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绝对没问题，都很强。哎，很棒，香味都出来了，香味都出来了哈，很棒很棒啊！哎，其实你可以邀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做哈。哎，会觉得说哇，会想哎，以前我妈妈教我做什么，像我几十年前我妈妈教我做什么，我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。那你在家会不会跟你妈妈一起做？会啊，会啊，啊，哎，妈妈说看到教她做，她也很开心。那当然了哈，而且每个妈妈都很有成就啊，对对，啊，学校以你为荣，妈妈也以你为荣，爸别让她有一点碱浊哈，有一点就是说呈金黄色的哈。干一点，这样做浓汤会比较好吃。嗯，好，这样就，嗯，哇，这个太香了，蘑菇味跟那个奶油味都出来。好，好了，没关系啦，因为我们时间怕不够了哈。就今天你要炒到卷一点是比较好，先放在这里，因为我们要炒奶油，炒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放下去，然后再放一点点，如果你没有油的哈。好，我开大一点来，面粉好来，面粉啊，它热锅的时候把面粉放下去，要炒，这个叫做炒面糊，对不对？炒面糊哈，这很棒啊。有的人是啊，懒得炒就把那个奶油拿来拌一拌，一坨是不是？也有人叫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样当然也可以，但是经过炒的话哈，会比较香哈。来，好，炒一炒炒面糊。炒到那些哈，那个植物哈，植物油的全部都被面粉吸收了，那你就可以加水下去了，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假设说今天炒很多，要不。